这就是你救我的原因，想让我给孩子喂奶。186天了，整栋大楼似乎除了我和宝宝以外，已经没有别的幸存者了。是，他们人都他妈疯了，全跑监狱里去了。监狱里的人呢，全他妈跑出来了。你猜我多长时间没碰到人了？麻烦你照顾好我的孩子，古柏林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样你会死的，古柏林，我已经死了。我们也会变成活尸的，对吗？丧尸屠城二，7月21日，爱奇艺独家上映。